So we end the session, yeah, Connie? Yeah. Okay. All right, everyone, okay. Bye. Bye. Thanks, Maliro, bye. Okay, bye.好久不见，我终于有这个时间拍 vlog 了。今天呢也是我考试后第一天，就是我大学的这一场考试。虽然是有那个时间了，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 assignment 要做，所以我应该是会在今天跟明天把这件事情给赶完，然后我就有时间去拍我大学的最后一个月，对吧？因为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月应该是回去家乡，不会在这里待太久的，所以呢我就会趁着这个时间，就是把大学最后的点点滴滴拍给你们，然后分享你们，也是给我一些回忆，然后记忆存在这个 vlog 里面吧。近期也无法跟大学的朋友见面，就是见面也是在附近的一些朋友，唉，也是不知道这个毕业典礼会在何年何月何日，所以大家就是顺其自然吧。想要拍一个很完美的毕业照也是无法在这个时间拍，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所以想要就是尽快回到家里把这些的事情给办好，然后就回家做自己想做的事先，然后再找一份工。所以呢今天我的行程就是我会先把我的功课就是写的东西，然后明天要拍的东西写出来。我也是好久没有打扫这个房间了，所以我会把它再打扫一遍，因为我也是要已经待在这里差不多四年半，因为我的课程都是四年半的，就是 foundation 一年，然后我的 degree 就是三年半，所以我就是这间房间呢就是我从 foundation 开始就到我毕业，所以是已经四年半了。唉，这间房间带给了我很多的感伤、开心、经验，很多丰富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想要把这个 vlog 拍成一个我的回忆，然后一个记忆片。来，我们来开箱今天的螺蛳粉。好，这个里面有这个什么菜？菜谱哦。看这个是什么？配菜。他们很熟。油。他们准备的。醋。汤。花生。它的粉是细粉。哎呦。哦，哎，那是要冬粉的。对呀、啊，用冬粉还是米粉这样的、嗯？我们现在要来煮螺蛳粉，快点。
好，我们现在要下汤。哇，好香啊，它的汤超香的。然后我们要下菜，这是菜，好下。来，我们看一下啊，它有。这是属最臭的东西来了。哟，哇，那个味道。这个是辣油还是辣油？辣油。我们倒醋。哇，我就喜欢煮花生。如果你们想要看这两位抖音的话，请你们去追踪他们哟。link 在下面哦。link in description。link 在下面。你看，案发现场，而我不拍。来，我们先吃甜品。这个不是螺蛳粉的肉。太饿了喂。大家进吧。来，我们现在要吃我们的这个螺蛳粉。噔噔。等啊，给我再吃一口。它是可以接受的味道。可是，就是，你不喜欢那个笋的味道吗？笋的味道又真的是不可以接受。这我好吃的。我觉得可以吃，我还是觉得没有，不能讲不好吃，有点味道的东西，有点味道的东西，放进去会很好吃。Oh no！ 戴口罩啊？有。好，我们现在呢去买麦的。刚才我们已经吃了螺蛳粉，就是三个人一起 share， 一人份的螺蛳粉。结果我们现在要去买 Mandy， 然后呢就是跟我这个朋友去买，他第一次出镜，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 vlog， 也是最因为啊，因为我要回啊，第一次就一次，因为我应该是这个星期会回家了，哎，这条路还要再走几天，应该就是 say goodbye 了，拜拜。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我们要去一个 staycation， 就是去租那个 Airbnb， 就是玩一个三天这样子。结果现在应该也不能吧，就签。我是觉得，好，我们现在已经到 SS 15了，转个弯就是了。对呀、Go。怀念这个 LRT， 我们当时怎么、啊？我们做 assignment 的时候要搭这个 LRT， 是没有车的时候。哎，我们还每次去 KL 都是来这里搭 LRT， 只是来这里。现在我们有车啊，反正又没有人出门。那有车的时候又没有车。我还记得每次我们都十点出门，然后就四五点这样子就才回来。有车多好，有车多好。现在我是。比较可以在 KL 驾车的，因为没有这么多车。转一个弯就到我们的 Mandy 喽。啊，这个是 Koya， 我们每次来买菜的。好贵啊！好贵的菜，可是我觉得现在 acceptable 啊，它的东西。那我们的 Mandy 啊！原来前面那辆车是 Mandy， 我是一起下还是你下？哎，他去带车嘞。我们去 Bucking， 好，大美弟娘，我们现在要去打包喽，我们等下见。这是 Mango Peach Fruit 吧，哇，很好喝哎。还有这个是 Promo Deals 的 Burger，
这 make chicken burger， 然后这个是 fillet， nice， 然后还在等着我跟我弟的 fillet of fish 跟 make chicken deluxe。消毒，消毒，然后这个把剩下埋在这里。喂，你会坏吗？不会，因为每次上车是这样子的。刚才这个人骂了我臭话，打他。我们现在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才怪。还去打包另外一个东西，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还是不够呗。我们现在要去 Cost Junior， 在那里哦。你玩，我们只是走。Of course。那你玩出那个大路。大路。今天来带你们来看 SS15， 就是这么冷清了的。我们的回忆沙，以前这里是很多超多学生超多人的，那以前根本就没有 parking 呢，对，现在你要随便塞都可以。要把两个格都可以啊。对，哎，以前来都不想来了，真的。以前坐 Grab 来的。嗯，以前坐 Grab 哦。以前我们最棒的交通工具就是 Grab， 还有 Uber， 以前 Uber。我们已经回到家了，这个就是我的 Maddy， 来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长什么样子。开箱。开箱。哈。你看，他现在给了一半的 cheese 而已，不是一整片的 cheese。Oh my god， 好空虚哦！啊，你拍一半。哈 ，apple masala， 啊对。好，今晚就是做这份工作，不做完就不睡觉了。嗯。就这样子。我现在呢在赶着做我最后一个 assignment， 然后现在是已经2点早上了，因为我想今日事今日毕，所以呢我现在在做最后一次的冲刺，就是我现在在剪这要交的那个 self reflection 的 video。好，今天我应该会到3点吧。嗯，好，这就是我今晚要度过的一个夜晚。好，现在已经是4点早上了，我已经做好我的所有的功课了。现在是我要 submit 上去我老师给的那些 link， 所以呢，晚安。所以现在把这个丢进去，还有我的这个 video 也丢进去，嘿嘿。好，现在已经是4:17了，哦，超级累的，明天应该会睡到自然醒。然后明天的行程就是应该我要把我的房间给整理清洁，然后要寄回的东西也收拾好。所以呢，哎，随便啦。有时间的话就尽快收拾吧。嗯，这样子。然后等着这个转啊转转转转，把我的两个文件都上传完了。好，大学的最后一道功课做完了。再见，拜拜，拜拜。关。嗨，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就是我的朋友，闪亮登场。Hello， 大家好。
介绍你自己。我是艾德琳。我是艾德琳。对，00000年后的你。哎，很遗憾，我是90后的大妈。90后的大妈。